在柜台前看着多种口味的甜甜圈，实在难以抉择。菜单上已经透露出他厉害的地方。店员拿着挤花袋，一回、两回、三回，造型鲜奶油完成了，再放上三块芋头，仿佛替甜甜圈戴上发带。太妃糖焦糖口味则是在鲜奶油中挖出一个小凹槽，接着加入满满的酱汁，用金箔点缀，最后由专人送上餐点。谢谢。美好的事物都是需要等待的，果然看到甜甜圈的第一眼很是惊艳。调好角度，拍好拍满，舍不得吃，毕竟每个口味的造型经过设计。这间充满独特风格的意式 Donut 位在桃园市金国转运站附近，外观与简洁亮丽的白色系为主，让人印象深刻。每天现点现做，吸引顾客上门。面团揉的大小刚刚好，涂抹新鲜蛋液，扣上模具，接着送进烤箱，温度得控制好，每一颗上色才会均匀。圆滚滚、胖嘟嘟的意式甜甜圈，不像美式、中式，外观是留下填馅料的空间。一口咬下，焦糖酱满到流出来，很浓郁的焦糖，重的甜味，其实没有那么吃甜。比较，外面比较面包的口感，里面有奶油馅。超浮夸系甜甜圈，造型精致，口感绵密，让饕客视觉、味觉通通一次满足。TVBS新闻廖宗庆、王思纯，桃园采访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